往梦游，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九四，畅行交错大不同。这里是 FM 八九四，交错交通旅游广播。天气怎么样？八九四出门看天气。今天是2019年8月6号，周二，农历7月初5。今天叫做小雨转多云，东南风微风，最低温度26度，最高温度33度。目前的实时气温来到了28度，监测到的 PM2.5 值是63，属于良。蓝天下，大海边，风吹着你的发。弹着琴，唱着歌，脚踩着浪花，别想了，快走吧，把酒色带你回家，我们会陪着你到海角天涯，这就是我的八九四，叫做交通旅游广播。新鲜资讯，及时送达。八九四，新闻速递。生来有趣，八九四，畅行交错大不同。来关注到的是本节新闻速递。本月起，由河南省红十字。